上次話最後一次嘅演出啊嘛，但係今次咧係你第一次嘅演出，第一次永遠都係緊張啲，相當緊張，同埋我見到呢啲手腳唔知擺邊，係真係入戲肉之前，不如舉手問下老師，記唔記得我講過黃金時機啊？唔係因為你真係嘴內好啊，但係即係我睇到大家好 honest 咁做，掂到手續唔好放啊，老友，明唔明啊？閃 Credit Card 狂熱誠軒選角，今晚9:30 Feel TV。